我太子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宣布，一定要追到七岁高中的田雨希当我的女朋友。 大家休息一下。啊，饮料，饮料，饮料，谢谢。各位，请听我想到说两句。这个有关篮球队奖学金的问题呢，我们的太子已经帮各位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你有什么目的啊？各位。 这事情啊，是这个样子的哦。我这个人做事呢，向来就是凭直觉，也没有什么目的不目的的。只是我觉得大家既然喜欢打球，那就快快乐乐的打球就好啦。嗯，对啊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们看我们家太子说的多好，对不对？大家说对不对？哎，小刀，哦，哇，还真是不容易耶，没想到你们真的请得动他来哦。田雨希。 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不见了啊！秦叔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干嘛那么麻烦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一通电话呢，我就……你眼睛瞎了？看清楚！暂停。 全国高中联赛冠军。对，启穗今年要参加全国高中篮球联赛。现在我向你们云上下暂帖，只要谁赢了冠军赛，麦当劳就是谁的地盘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你们云上从此不能欺负我们启穗的人。冠军赛。对。笑什么？对，各位同学，你们都听到了哦，启穗呢，今年要打进冠军赛哦。 小溪，我是跟我吹呼呼的。哎，我们球队不是要解散了吗？你干嘛还写招生海报啊？我们球队不能解散，只要让云上停止欺负我们奇穗，就一定要打败他们。黑熊，你是队长，等新生进来后，你一定要好好带他们。田鸡，学员记录就拜托你了。疯了，要挑战云上。 全国高中联赛冠军奖杯？咦，这奖杯。
是30年前起碎的圣战传说。这也是圣战传说。那我们除了自己招生之外，还要开始请教练喽。圣战传说。